有谁会杀一个补习班老师？他们是真的阿飘，真的飘。你说那么多年了，怎么会现在才看到？就上次为了撞那对老夫妻，结果自己头撞到就看到了。跟着你，不是有事情要求你，就是要找你寻仇喽。我去找你一下。 到底先给你打打。你怎么倒下面？你自己骑上来的，那要怎么解决？想办法找出来，到底是谁要杀他喽？是我开车撞死你父母的，我错了，告诉我为什么。谁要知道？是不让你接触客户吗？我需要处理那些鬼啊！你不过真的要杀他吧？别让他杀人！ 你还动不动要杀人，我看是鬼比较怕你吧。不要再来这门就完了。这鬼就还没解决吗？来吧，来吧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血，只有你身上才有。你怎么了？连客户都杀？不是我杀的，是鬼杀的。姐。 你真的很想查、啊？不好意思，警察，你连尸体都留在现场，不好意思，我信你那么久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们叫杀人队吗？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杀人的，你们是一伙的。啊啊啊啊啊啊 我一生的仇敌。